游戏里的小菜鸡，菜鸡中的战斗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姚啊。今天我和粉丝们来到了 N 港，这一场有同学就要问了，大姚，你又开始膨胀了，跳到这么高的地方，是想念成河了是不？有同样问题的同学，拖出去，张嘴。说句实话，这一局我们是找了车绕远来的 N 港，钢枪不可能的，这辈子也不可能钢枪的。虽然我得一路跑一路颠，没遇见人吧。但是物资倒也说得过去，我正要感慨这局有点小爽，不用钢枪的时候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断了我的畅想。嗨，你给我站呢，那只小人机吃我一梭子，你这小老弟儿嘴还是没有我的枪快呀，你要是早点说是来给我送溜背镜的，我也不能开枪呀。我这人可是非常善良的，像人机这样脆弱的敌人，我根本不会欺负他们，绝对不会动他们一根手指，就算他们站在我眼前，我也会一梭子带走他们，谁让我是个没得感情的杀手呀、啊？开车过桥，我这装备，我有信心这一局能八杀。报告老司机，桥上很安全，一个人都没有。报告老司机，我刚刚可能有点瞎，我这吸引子弹的体质就很棒。哼，别人很安全，就我一人。赶紧找个地方打个血，这么危险的对决还是交给队友吧。果然队友很让我放心，击倒了敌人。接下来请欣赏我的表演，桥上三个小瓜皮，让他们尝尝我膨胀摇的厉害。重伤了你的亲人吗？既然敌人第一次打不死我，那这局就甭想杀我了，这局的鸡我吃定了。队友你们都退下，剩下的敌人让我来。你呀死光了，那我就尽全力填填盒子吧。就在我们开着车在大草原上奔驰的时候，一辆长得和我们一模一样的小车出现，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猫捉老鼠的游戏。下车，大家别慌，你们等着，我去团灭这对敌人。啊，敌人在哪儿呢？队友的都倒了，先打死一个没看见我的，再去扶队友。队友，你们能和我组队，开心吗？完了完了，这局结束之后，他们不会取关我吧？我正因为怕被取关闹心的时候，遇上了三个小瓜皮，我们一顿操作猛如虎，直接倒了俩队友。扶起队友之后，我们开车找到了最后一个敌人，成功吃鸡。有一群靠谱的粉丝带我，我表示很开心。自从我关注了大姚游戏说，我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高潮，屌爆了，屌爆了！哆哆西哆瑞西嗦哆西啦哆西啦哆西啦哆哆西哆西嗦。大姚游戏说这么屌的吗？我也要关注。嗨，你